处女座的男生性格怎样？处女座追求完美，吹毛求疵是他们的特性。处女座男生更是严重，所以面对他们，用处女癌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。处女男是固执的完美主义者，花了很多心神去决定的事，便会贯彻履行，时至尽忠。他们还是一个招黑体质，经常容易受到大家的吐槽，十分挑剔，又没有气量。爱多管闲事不说，还嚼舌根。处女座男生的爱情有些坎坷磨难，因为处女男总是会给另一半带来压迫感。另外就是处女男的家庭观念比较淡薄，家人对于处女男来说只是比较熟悉的人而已。